大家好，我是小乔。今天，我来街上赶大集，正巧路过一个农夫的家里，他们家养了很多的蜜蜂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有很多的蜂箱，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吧。为了避免被蜜蜂蛰到，我从农夫这里借来一个面罩，然后戴上去之后就可以避免被蜜蜂蛰到了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些蜜蜂都是从外面衔来很多花粉，采完之后呢就送回家里，然后呢又出去去寻找花粉，就这样不停地工作着，特别辛勤。蜂箱里都是蜜蜂，满满满满的。你家养蜂养了多少年？啊，今年24年。24年啊，这么多年。对，一直在这个地方养吗？啊，到处都去。什么地方有花，什么地就去什么地方。是把这些蜂箱带着，一块带着。一块找大车运。冬天上南方，夏天上北方。两个小孩上大学，一年下来也不屁多少钱。是的，很不容易，在外边风花雨淋。对对对，而且这个随时都会被遮到，对吧？对。下雨。这么多品种啊？对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花粉。这是什么花粉啊？这是杯花粉。各种花粉都有。就是刚才蜜蜂腿上叼的那个，我们刚才都看到了，就是叼了很多这些小的花粉，一粒一粒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小蜜蜂。啊，小蜜蜂。大姨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种是蜂巢蜜。这个怎么吃啊？这个装小时候挖着吃。矿泉水喝也行，挖着吃直接吃也行，直接空腹也行。吃过这个的吗？蜂巢蜜。这个有什么作用啊，大姨？这就是吃这个管鼻炎、咽炎，就直接嚼着吃。管感冒、养颜美容。什么蜜？这种啊，这种是枣花蜜。枣花蜜啊，这种花好。枣花蜜颜色比较深。这个呢？这种洋槐蜜。洋槐蜜，这是怎么区分？就是每一种不同的。根据季节来的，这半个月采什么蜜，那下半个月采什么蜜，它的花不同。这个全是纯天然绿色的。我也买了一瓶，才45块钱，足足两斤呢，纯天然的哦，特别特别棒，我想回家泡水喝。喜欢我的视频请多多关注转发评论哦。